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您推荐一款非常时尚的电脑双肩背包。首先，让我们看这款包包外形。包包外形非常的挺阔，而且非常的简约时尚。拉链部分双向开合，拉合顺滑。包包肩带处的内贴带可容纳手电筒，拉链带可容纳银行卡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的背部有防震功能，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包内物品。这边可悬挂在我们的拉杆箱上。前端部分可容纳我们的 iPad mini， 非常的方便。这款包内部容量非常大，这一侧有个固定绑带，可固定我们的随身衣物，非常的方便。另一侧有多个内贴带，内贴带部分可容纳我们的充电宝、鼠标、手机、钢笔以及我们的钱包。我们这款包可手提、还可单肩以及双肩来背。